彩握新老板春酒散财，洪伟明八字解至灵魂讯。凯沃月初传出易主后，28日举办春酒，也是种子音乐董事长兼 CEO 吴峰资金易主凯沃后，首次以新任董事长身份面对媒体。我希望我这边能够跟大家一起，在电竞，在更多在网络，各方面能够把凯沃能够做成一个全方位的娱乐集团。吴总本身有捐助吗？我尽力让大家都开心啊。大概是六位吧。凯沃名模们最近桃花超旺，王心田与姚元浩传恋情，但本人答案很老梗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。凯沃出身的志玲姐姐最近跟言承旭被结婚了好多次，洪老师只说志玲再休息一下吧。和金融业男友甜蜜热恋中的林佑利最大方了，会闪婚吗？今年有可能？不排斥，我的背后都是汗，胸口冒汗， 也不排斥同时双喜临门。凯沃香港区总经理赵赞凯也来参加公司活动，老婆李坤仪即将临盆，他说很开心，也很期待女儿到来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